哇，跑过来了，跑过来了，哇，你看他跟他老爸，哇，超厉害，你要小心，要牵爸爸，爸爸牵我，好可爱哦。他说你们要长大，要自己要独立。哦，你要你只要看着，你只要你只要牵着他，说我先先不要屁股对着我，我要牵妈咪去，牵着妈咪走。哦，他在上面说你要赶快回去的。我有什么地方跑下去？结果这只公鸡，这只这只公鸡跑下去玩。没有，哦，他的位置，哇，他的位置也很好，他的位置，他的位置。嗯，又来了一些，哇，出来了，又来一些，他成长了，这里有车，这里可以走啊，快点走，我看到我的弟弟，他的表情怎么？他看起来真的真的。妈妈在下班，这就是。妈妈在下班。这个呢？好可爱哦，超可爱。这个位置王位呀。好多只啊，现在表情好，之前我上次来看的只有一只偷牙齿，看得像这样他干嘛看看榜头是吧，我视力也让我看你这一只还是好的，传宗接代这么多只小孩子，以前只有那只大，以前我一直来的只有那只大，哪个是妈妈？反正我那个大的也，我以前刚来的是大小孩，对，这些后面是这一次才看到的，看打架了。这样才好呢，里面一家人有饭。哦，这是妈妈。嗯。这是高子妈妈。两个妈妈。两个妈妈呀。对。各生一只小 baby 啊。他是金刚性的两个老婆。嗯，对。哦，他两个老婆。对，两个老婆。是哦。那两个老婆的两个都住一起。对。他都住一起不打架。对。就只看见那个公的，大只的那个，可能是新找到老公，才生的小孩。嗯，这小孩三岁四个月了吧？有一个四个月。三岁四个月。哦，有一个三岁四个月。那另外，他老婆，大老婆二老婆。这个是二老婆。哎，想我这个清楚哦。嗯。好厉害。对。来了。好了，谢谢啊，拜拜。爸爸，星星出来了。